下面举观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一段话是：无逆受我之人，他临命终时应该到哪里去？到三恶道啊。啊，真的造了无逆受我，是恶道里面的地狱道啊，无逆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老师，阿罗汉是老师，触佛身血，破活合身。我们有没有做？做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怎么做了？无逆当中破活合身啊，出家人都不例外。我的这个法门好，你的法门不好啊，也就是自赞回答啊，对一切修佛的人没有放在眼里，没有尊重的心呢。这是什么罪？这是你在做样子，教化一切众生，让一切众生瞧不起佛法，瞧不起出家人。啊，对佛法，对出家人，起分别心。失去恭敬心，这叫破惑惑身啊！破惑惑身的反面是什么？是生战生。今天这个世界动乱，动乱的程度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，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儿女不孝父母，瞧不起父母，学生不敬老师，也瞧不起老师。心浮气躁，共高我慢，不知不觉他就造了无逆受我。严重的堕无间地狱，次一等的堕大地狱，再次一等的堕小地狱，不知道有多少人。